兄弟们，上的一条哈，但是不知道是啥鱼，好像是大头，目标鱼，大头，今天带上我的抄网了，过来，第一条，过来，两斤啊，这个大头漂亮啊，兄弟们，是真漂亮，兄弟们看看哈，两斤多啊，这条大头漂亮，第一条啊。上了第一条就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源源不断啊，入户第二条挺大的，这个鱼啊现在都大了啊，比之前要大多了，现在都在两斤以上，兄弟们看看啊，两斤啊，不要挣扎，放鱼户啊，接着钓啊，鲫鱼已经钓好了哈，上午咱们钓个几条大头就可以了，这个鱼要到下半年的时候才好卖，现在这个鱼不怎么好卖，淡季，到了十月份就好卖了，戴上眼镜来了，兄弟们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一天卖个十来条鱼可以了啊，兄弟们不要小看一天十来条啊，到年底啊一天卖个二三十条应该没问题，哇 ！OK， 第四条，兄弟们，啊，进户。今天起了一个早，咱们五点半就起来了啊，早一点去站好有利的位置啊，然后咱们把这个鱼啊拉上车，装到集市上去。没跑吧？这么大的鲫鱼，进去，这个有一斤了，这一条就稍微小一点哈，这一条估计三四条，赶紧赶紧拉到菜市场去哈。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到菜市场了哈，赶紧把这个鱼卸下来。好，这个大板鱼多漂亮！这两条明显的区别哈，一大一小。咱们的鱼就放在这个位置啊。给大家看一下农村赶集早市，这位老板都要了，这里面全是黄鳝啊，大家看看，全是黄鳝，这一条大，这边是一些杂鱼，大家看看啊，这是啥鱼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不是白条哎，啊，这个鱼贵，这个鱼好，全是早上搞的，你那是他压板块打的吗，大家看看，兄弟们看看把口，兄弟们看看，早来半个小时，菜市场真的没什么人哈，现在你所看到的都是老板，几乎都是老板，当然了，也包括我啊，兄弟们来叫一声老板，邓老板，这老板的黄鳝全卖掉了，我们这边卖黄鳝的卖泥鳅的一般都是饭店啊，私人买的少，一般都是饭店，我烦了，我要死了，隔壁老板农村土鸭在这边撑一下，兄弟们，这一条最大的卖掉了哈，这条高一招啊，一斤一两啊，
这个白桶帮他装鱼啊，这个老板应该是开饭店的。下午要多搞几天啊，咱们吃完饭就喂你啊。